左外野，没错。那张振宇目前手游击，怎么打怎么有、啊？哦呦，今天又是3-3呐、啊！一上来啊，就来了一支右半边的落点巧妙的安打，也不会都是幸运之神都在这个洲际的这个三垒休息室了，也都会来到我们的一垒的主场的。这个休息室里面，哦，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今天阿坤的第3支安打，二垒王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收获？好，这走了，这个球传过来 ，safe， 蛮接近的，有可能会挑战，抢快，二垒有人，这一球打得蛮强劲的，中外野手过去，来不及了，落地形成了安打，这时候 VJ 来了一支深远的二垒安打，带有一分的打点，送回了。岳东华，中信兄弟再添一分。哇，这个球打的那个声音就非常的清脆响亮。从第一个时间跑动，郭天行跑动的感觉，还是有机会，可是最后也放弃了。刚到垒成功的岳东华直接被送回来。今天中信兄弟真的是局局都有攻势啊，4、5、6局都有得分。哇，这球是被高宇杰完全给掌握到。这个球咬得多扎实啊！中外野手完全是追不到这个飞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请大家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以及锁定我们的 Podcast 节目《兄弟你来说》。